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我们要带您关心现在中国的厌童症现象竟然在社会不断的蔓延。人们搭飞机坐高铁，总会碰到一些比较吵闹或是失控的小朋友，在中国就会被冠上所谓的熊孩子的称号，听起来好像似乎有一点可爱，但其实是带有贬义的。中国厌童的现况现在越来越严重，也引发人民开始省思，是否会进一步导致当前大陆年轻人不婚而且不生了呢？举例来说，大陆有一个作家苏小懒，他日前就在微博分享了他的亲身感受。在七月底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孩子搭乘从广州到珠海的动车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车厢之内，就已经被乘务员给提醒了要管好你自己的小孩。后来进到座位上坐下之后，他的孩子只是安静的坐着而已，又再度的被提醒了一次，他认为根本就是歧视。中国厌童症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青年报也引述了评论者沈冰的文章，称这是在秩序还有功德的外衣之下，包裹着对儿童的戾气还有对生育的厌恶，因此被当成了爽文来特别吸引流量的。事实上，我们看到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南韩，不是只有中国而已。在当地现在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不管是餐厅或者是咖啡厅门口挂着儿童进入区的这个标示，画面上您看到的，而过去十年禁止的这些营业场所更是一口气增长到了现在达到500个左右。针对此，五月初的时候，一名南韩的国会议员他批评设置所谓的儿童进入区就是变相的排斥儿童，而且会让人开始更不愿意生小孩，而且也违背了国家提高生育率的目标。这名议员他更呼吁商家废除所谓的儿童进入区，获得了部分餐厅业者的赞成，然而还是有反对的声浪，也不少。去年一项调查显示，有目前达到70%的受访者是赞成设立所谓的儿童进入区的，他们认为自己有被打扰的权利，而且生育率低有很多的原因，跟儿童进入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现在引发了双方的论战。以上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